停止。生生世世一辈子陪伴着你，和我们一起来慈悲吧。海涛慈悲基金会划拨账号50416116，50416116。重视人生，成就生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念一下：持戒不堕落三恶道，持戒来世升天。所以佛陀利益众生，第一个行为，他就告诉我们：行为主宰命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要我们持戒，不是找我们麻烦、约束我们，事实上就是保护我们的意思。啊，就像天气冷了，妈妈叫我们要穿衣服；天气热了，叫我们要吹电扇。各位，冷气够不够强啊？啊，如果不够，你找一个凉的位置。啊，有些地方比较凉，啊，所以贤圣修道也是要接，要做一个贤者，做一个圣者，基本上就是不要伤害到其他的众生，就是戒的意义。
三基等见七众通收。那修学佛教最主要是动机啊，动机决定功德。比如说第一个动机，那就是希望现世快乐、健康、有钱、家庭美满、事业顺利，来世还可以更快乐，来世升天。那如果你相信因果观念，所以那你就应该要念一下孝顺父母、超度祖先、奉事师长、慈心不杀生、守五戒、修十善、常布施、供养三宝、帮助贫穷。如果你这样去做呢，那你保证这一辈子快乐，所以来世快乐。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佛法的因果，他会用他的心机来做事情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好像是成功了，事实上痛苦更多啊。那我们相信佛法，所以今天要来持戒，一方面忏悔业障，把过去之前种种的恶业，什么是恶业，念一下：杀生、偷盗，跟我念逃漏税。这一条很严重啊，因为我经常去欧洲、加拿大，他们没有这一条的，很少人要敢逃漏税的啊，因为那边严得不得了啊。所以但是在我们这个很正常啊，所以叫两条税，一条报政府，一条自己用，加一条还有私房钱，三条啊。意思因为大家都如此，所以我们就如此。那事实上逃漏税就是因为国家的福利就不好嘛，对不对？那当然这一点站在菩萨道，你能够准时缴税金，事实上这是一种福报，整个国家花园社会制度、医疗等等都是靠这些税金来的。如果你想得很远，那你就会投入这个功德啊，因为这是整个国家的。所以杀生、偷盗、邪淫啊，邪淫就男生对不起太太，所以这也是不道德，会破坏家庭。第四个骗人，第五个喝酒等等。所以今天大家来持戒。那第二种动机呢，这最重要了。当然佛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个人升天下地狱，长得很漂亮，很有钱，智慧很高，天生就很会唱歌，天天就有特殊的才能，而且福报比别人大，这个就是他过去是修来的，所以我们要随喜。所以那自己不好，我们忏悔啊。别人像我以前看人家打篮球，哇，都185公分、190公分，我就有点自卑啊。为什么我只可以踢足球呢？啊，我不能打篮球呢？啊，所以我教我最矮，所以从小就觉得这个你修得不好啊。那这是为什么？一个人比别人矮一点呢，假设上就是傲慢，看不起别人，就矮一点，谦虚啊，尊敬师长，多拜佛，那你就高一点。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果报啊。像佛陀的堂弟难陀，还有帅的比女人还漂亮啊，这是他过去布施了毛巾、肥皂，出家人洗澡的浴室，所以那让出家人洗完澡，各个外表很轻松啊，很快乐啊，所以他皮肤外表比女人还漂亮啊。所以难陀有30相啊，我经常这样宣布，所以等一下下课就会收了一大堆肥皂、毛巾，然后就帮你送给其他出家人啊，所以。这个很简单，行为主宰命运。所以各位了解这个，但是世间的富贵、福报、漂亮，事实上是暂时的啊。像各位信因果的人，你不用跟人家争这一世，我这一世150公分，那我好好忏悔，拜佛也比人家容易拜。所以这个叫看开了啊。那长得高要干嘛？为了成佛，所以我要长得高，这样就好了。为了成佛，我也可以长得矮。众生要我实现什么，我就实现什么。这个就是解脱道，他已经超越了这个世间的善跟恶
啊，所谓的富贵贫贱，就像出家人托钵日中一时，各位去泰国、缅甸看，他们各个像乞丐一样了啊。但是他们这个叫乞士，虽然他们是乞丐，他们是为了解脱，让众生种福田，特别是农历七月份，念一下供佛斋僧，父母得福报，祖先得超度。原来我们在家这么有钱，还没有福报去超度父母嘞，去改变父母的命运呢？我们要去供养那些持戒的出家人，啊，他们修苦行，生活过得比我们苦，但是原来他们为了解脱在修行，为了脱离轮回，因为对他来讲，再高的皇帝，就像释迦牟尼佛做皇帝，他也知道做皇帝也不究竟，也脱离不了什么来，生老病死苦。这个是佛教最主要的意义，生老病死轮回苦啊，那你要解脱生死，那你要消除生死的因，念一下贪嗔痴各种烦恼，贪嗔痴三毒心不除，六道轮回永不停止啊，各位要经常背啊，有贪嗔痴就有六道轮回啊，不是谁制造你生死的，得癌症也好，车祸也好，早死也好，晚死也好，都是自己的心造成的，心引导行为，这个叫烦恼造业，那你就会受苦。所以第二种根器，了解这个道理，除了现世快乐，断恶修善，持戒布施，进一步呢，各位今天来守八关斋戒就这个意思，今天守八关斋戒就不能吃晚餐，夫妻不能一起睡觉，不能去唱歌跳舞，不能戴耳环漂亮，连皮的都不能穿啊！这样呢，除了不伤害众生，断除欲望，没有男女的、吃的、外表的种种的欲望。所以，像有一种闭关七天了，没有床可以睡的，他们就一人一个蒲团，就在那边，没办法，七天。那老和尚不洗澡了，老和尚七天不洗澡不会怎么样，那你我们七天不洗澡东北调啊，因为我们欲望很重，但是你要叫磨七天，叫阎磨敌啊，文殊菩萨的法门呢、啊？为什么他要空性不是光理论，断除你对身体的爱人的执着，睡觉啊，洗澡啊，干净啊，这些他叫你七天不能动啊。结果叫我去参加，我考虑考虑，随缘不去，我没完多对啊，但是他们会有人家排队报名的，对不对？他们觉得这个是难得的机会啊。当然，这有各有各的好处，至少各位了解这个意义。哎呀，能够对身体、金钱、爱情、欲望放得下了，那就是一种自在。啊，佛教里面的快乐不是满足，佛教里面的快乐是你没有欲望，那不是快乐了吗？自在了吗？啊，往外求就苦，往内征服，向内心进化。所以今天各位八关斋戒就这个意思，除了守五戒以外，断贪欲，得到中等根基的福报。那第三种最重要了，这是我们大乘佛教的精髓，农历七月份普渡月，我们精进的守戒，守八关斋戒，回向给所有众生，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对自己而言要求自己成佛，对众生而言愿他们离苦，将来往生净土，未来成佛，以这种念下大悲菩提心，受持八戒。那各位虽然讲这个，但不离开前面的人天福报的持戒布施，也不离开解脱道的出离心，以这个来受八关斋戒，好不好？那这样功德最大啊！地藏经说，我们送地藏经不要光给回向给自己父母祖先，地藏经怎么说？来回向法界，他这个法界有十法界，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六道法界，我们持戒受修行诵经回向法界众生，愿他们都成佛，因为自己也发愿要成佛了，那这个功德最大。那你这样回向完以后，
你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你为你妈妈而这样做，啊，为生病的人这样做，所以你为你妈妈或生病，反而对方得到的功德是回向法界的功德。所以当然你最后再回向，你自己要回向也可以。所以六道众生离苦，我乃成佛。那各位要发起这个无上心来受持八关斋戒。当然今天各位如果标准，各位不要光受今天而已，但是开源一下，不要每天晚上不吃，你晚上还可以吃，吃素就好，好不好？大乘的嘛。但是如果你在寺庙就不要吃，这样可不可以？那这样人就多了，这个叫方便。事实上我们出家人晚上也有吃啊，对不对？也有很持戒没吃的，但是出家人晚上吃是为了度众生啊，跟众生谈佛法，再来有这个体力，三更半夜还去助念，对不对？那如果说住在寺庙，然后八点半就睡觉了啊，他晚上最好不要吃，因为他们早上一大早要起来了，所以这样来持戒是最好。但是如果在外面这个像我们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因为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方便，那自己有惭愧心，但是今天就要过午不食，好不好啊？但是农历七月份整个月你都守八关斋戒，但是晚上当作药食，怀着惭愧心来吃，那这样守整个月的大乘八关斋戒，好不好？对啦，声音就多一点。佛教叫善巧方便，诱拐众生。事实上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这样你就愿意守啊？你这样守，那福报更大。只是说七月份晚上吃，晚上要吃之前记得去施食一下啊，先布施给众生，然后自己怀着惭愧心。为什么要吃？为了要度家里的人，因为各位有家人，必须跟家人吃饭嘛啊。如果你因为七月份晚上就不跟老公吃饭，那老公会翻脸的啊，那这样就不慈悲嘛。但是如果是出家人，你跟老公吃什么饭？没有老公老婆了，所以你就自己不吃，好好去打坐修行忏悔，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在家菩萨，那就很难做这样了，不然做九年还真的是出家离婚去了啊。然后你要看情况。所以当然像我跑来跑去度的都是在家菩萨，那久了你当然要陪他们了，对不对？陪他们吃饭，目的谈佛法啊，这样了解了。所以特别解释三基，所以这个三基等见不分你是修人天福报、修解脱道、修菩萨道，都要持戒，不分在家出家七众都要受戒。那持戒有什么好处？或越三途而直趋人天，就不会堕落地狱轨道、畜生道，那至少来世投胎做人，乃至做帝王，乃至升天，或超有漏，就解脱到解脱轮回。所以各位，有漏跟无漏怎么讲呢？富贵漂亮感情叫有漏了，这样不是没有啊，是暂时的。什么叫无漏了？相应于解脱了空性了，叫无漏了。所以站在解脱道叫或超有漏而尽登觉岸，觉岸就是解脱彼岸，乃至菩提彼岸。所以五圣运载戒为轴侠，修行按照我们的动机分作五乘，再背一次：人乘、天乘，这叫人天下士道，刚刚讲了。再来声闻乘、缘觉乘，声闻就是听闻佛说四圣谛法，叫声闻。那缘觉呢？缘觉生在没有佛陀的时代，没有佛法的时代，因为事情的变化、天气的变化，那是看到生老病死的因缘，所以他觉悟了，这叫缘觉。我们也叫独觉，独觉就是没有老师啊，他就看到这些变化，那你就觉悟了，叫独觉。所以无论如何，声闻、独觉或成佛都是菩提。所以五圣运载人天秤、声闻、缘觉，乃至以人天秤为基础，又有出离心，又发起了大秤菩提心，那就最高秤了，无上秤，
但无论如何都要守戒律，万善克备戒为基本。所以各位于今天来到新店大明讲堂求受八戒者，先当晓了八戒明帖次方与各位一一传授之。然此八戒名曰八关斋，关者金币之意，这个金币很好听，你能够不要去犯这八条，就把哪个门关起来，来三恶道门关起来，这样好不好啊？太好了，死亡是一种快乐，不是一种怕畏惧啊！死亡投胎更富贵，投胎升天，投胎去净土，这样快不快乐？所以早一点死吧。我们讲的是死心呢、啊，不会畏惧死啊！有了佛法不怕死，因为来世更快乐。所以很多没学佛人听我这样讲，哇，我们人生很努力。我说，哎呀，要享受升天二十八层天最低层的那一天，几百年、九百万年，他就觉得他不到，不可能。佛陀讲九百万年，九百万年不用上厕所，没有医院，不需要医院，不用洗衣服，啊，可以娶几百个太太都不会吃醋。所以这叫欲界天，第二层天3600万年，这样如续的乘四倍、四十倍，到了第四层天就56亿7000万年的快乐。第五、第六、第七，到了第七层就是天主教的天了，梵天，没有男女欲望，连吃的欲望都没有了。所以各位这样了解，讲给别人听，很多人没办法理喻，真的吗？然后你就看看这世间追求那什么意思呢？啊，还不如现在努力的布施，努力的持戒，那来世的庄严啊。但是升天还不救济，那至少以天福再回向极乐世界。继续念，所以为禁闭八事不犯故，灾者其意过中午不食。今天各位中午吃完，晚上不能吃。只能喝水，加糖的水。如果你有糖尿病，可以吃啊。八事铸成清净斋体故，所以外在的八事铸成内在的清净。尤其八事与斋体共相支持，又名八支斋法。须知斋一名戒，佛所制定故；戒一名斋，其身口意三业故。这句话最重要。吃斋吃斋，斋讲的就是身清净。口清净，意清净，修行不能光讲心而已啊，身口也不能光讲外表而已啊。所以虽然出家人外表他们穿得很朴素，内心想东想西，那意不清净，对不对？所以里外如意，叫身口意名为斋。今天把它做好，所以以身业齐，则无秽恶。今天身体没有杀生、偷盗、男女淫欲。爱漂亮、放逸等等，口业齐则无诸过失。无论如何，今天嘴巴不骗人、不骂人、不说是非、不讲没意义的话，念佛、诵经、持咒、劝人学佛，好不好啊？各位控制看，可生气的时候不生气，可骂人的时候不骂人，没关系，明天我才骂你啊！我真的守这个规矩的人，我每天都在惹生气，我都忍，你怎么不骂？这个月不行，但是我能够忍了一个月，我下个月自然就忍了。我能够忍一天，明天也就忍了。那你要讲生气，有太多理由可以生气骂人，了解吗？太多理由了啊！世间变化无常，像我做这么多事情，在每一个地方，甚至每个国家，天天都在变。钱被偷了，什么不见了？什么？我每天都在接这些无常的讯息啊。某人又往生了，某人心肌梗塞走了，这样换人了啊！但是我觉得我原来修行就是在面对无常，但是我已经念下来准备好了，允许它发生，接受它变化，好不好？你已经准备好了就没问题，不是不会变，但是如果你觉得很意外，我不能接受，那就没有出离心。什么叫出离心？你最爱的东西你观想而且接受它的变化，慢慢你就会习惯。但是你想它变化，它不见得会变化，对不对？但是你心里
已经接受他的变化，你就不会执着，不执着你反而可以好好的去照顾他，去爱他啊。所以因为你不会起心动念，这个要练习。所以口其则无诸过，心其最重要，刚刚的内心里面不起心动念，爱的恨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所以这个叫烦恼贪嗔痴傲慢嫉妒怀疑种种，这些会造成诸漏业因。这句话漏就是生死啊，痛苦叫有漏，所以有漏都不就近了，大家要追求就近的人生，好不好？佛陀告诉我们，让他做皇帝，哪有人？你看这个假的佛陀长得帅不帅？假的而已呢，啊，那真的怎么办？所以那没办法形容。所以但是问题是，佛陀的他这个外表他一点都不执着，他只是修好这个外表要度众生这样而已啦，啊，但是内心里面他没有，他是用这个身体声音只是一个幻化的目的，要让对方懂得佛法进入他的心比较重要。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乃至农历七月份斋戒期间秉至虔诚，内以六念静其志意，更重要了，守了八条戒律，内心的正念最重要了。第一，念佛慈悲导师，各位阿弥陀佛伟不伟大？太伟大了，看看经典啊，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哎呀太殊胜了，阿弥陀佛，药师佛庄不庄严？哎呀十二大愿，药师七佛，所以每一个菩萨，就像我刚修行，我是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本身故事，我真的是五体投地，太伟大了，历史上真实有这样的人啊。所以各位要面，每一个佛之所以成佛是为了利益众生，在利益众生的时候的过程，以无量劫的痛苦征服自己的贪嗔痴，乃至这个头就被切了一千次，眼睛被拔了百千万次，这个骨头脊髓为众生而奉献无法计算。所以佛陀在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生命身上都流过血，用过他的生命来跟我们结缘，最后成佛了我们才愿意接受他的教法。慈不慈悲？慈悲。所以我很喜欢这四个字，念一下，慈悲导师。有一天有一个居士叫我给他写毛笔，我就写慈悲导师，他问什么意思，我说做别人的导师了，你要慈悲了啊，你要表现慈悲，用慈悲让别人感动你。他说这个很难呢，我不贴出来啊，贴出来怕被骂啊。所以各位可不可以慈悲？可以的，可以慈悲也可以生气，你为什么要选择生气呢？选择恨呢？所以佛陀制定八关斋戒，一天你都做得到，两天你也做得到，一个月你也做得到，一辈子你也做得到，为什么不做？我今天跟各位说，你好好守八关斋戒，我明天给你一千万，做得到吗？你会说整个月好了，我不用上班啊，你今天守八关斋戒，八十二岁让你变二十八岁，当然好，对不对？原来你都做得到了，谁做不到了？谁都可以像佛一样的过一天的生活啊，谁都可以像阿罗汉一样过一天的生活，那你为什么要允许你自己去生气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很简单的，就念一下，众生皆有佛性。所以本讲堂义工请注意，以后要做人家的慈悲导师，我听到对不？做义工要做人家的慈悲导师，叫义工嘛，啊，义工不是管人的，是被管的，被骂的，你才这样你才消得了业障啊。第三，第二，念法。那你为了要成佛，那你要了解佛陀所修行的法，讲出来的法，信因果啊，出离心啊，空性啊，波罗蜜啊，念一下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四摄法、四弘誓愿、六波罗蜜、十波罗蜜，这些佛陀的教法，华严经、心经、阿弥陀经啊、阿含经，那各位要多去读诵思维。第三，念身。那按照佛陀的教法持戒修行发菩提心者，那叫人天福田，多去供养这些人天福田啊。
那贫穷的人可以变富贵，三恶道呢可以升天。所以各位，同样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福田跟凡夫，你要做哪一种？人天福田啊，你只要好好持戒，好好持戒。所以在家持戒五戒八戒菩萨戒，出家也好好持戒。所以念佛念法念僧，那各位虽然听得很简单，但是要保持正念不容易啊！等一下你的东西被偷了，等一下你家里打电话来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那你要保持正念，因为今天守八关斋戒啊，所以用佛法来回向给他。这样第四念天，如果你好好持戒，那来世至少升天长寿安乐。那我们大乘佛教不求人天福报，进一步还要往生净土，好不好啊？无量光无量寿。第五念戒，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守戒律来净化自己的身口意。第六还要帮助众生，念布施普济贫穷。这个世间啊，没钱只是世间穷，没有佛法还真贫穷，了解吗？所以各位要多弘扬佛法，透过各种方法。那你要弘扬佛法，你要被持戒，一个被接受的人格。如果你这个人会骗人啊，那是动机不好，你讲的法再好，人家不能接受。所以保持六念法，外以八支约束其身口：第一，不杀害众生；第二，不偷盗；第三，跟我念，全断淫欲，好不好？你不能讲，你结婚了还讲好，今天而已。你要说哎呀惭愧我都我们出家人可以全断淫欲，讲得很大声不要光这一辈子，来愿尽未来际全断淫欲，太伟大了诸佛诸成佛以后就全断淫欲嘛，对不对？因为对佛来讲，如果佛陀视线结婚，那他有没有淫欲？他是有的，但是他只是一种视线，对他来讲是在喝个水一样，他没有心理的欲望当然这是一种成佛以后的不可思议，但是当然在过程里面还是要老实持戒。但是对佛来讲，菩萨戒是心法，他内心里面没有，但是站在解脱道外表要守好。所以至少今天全断淫欲，乃至第八过午不食离非食时，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成为出离世间轮回。念一下世间轮回苦这一点各位要一直提醒自己假设现在外面温度是40-50度，你就站在太阳下苦不苦啊？昨天就有一点太阳，有一点热了，对不对？我刚从欧洲回到台湾，怎么这么热那欧洲的天气这边就是潮湿，一下机场两个世界了而且那边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晚上没蚊子，真羡慕晚上没蚊子所以我们已经那个网随时都带着到欧洲没用这夜报不一样吧，每个地方夜报不一样。所以脱离世间轮回得到解脱，解脱根本，生死轮回的根本。今天有菩萨说，师父今天要讲普通话哦，是老菩萨拍谁受持八关斋戒的殊胜功德，各位老实受一天，这12条都可以得到，而且回向给众生，回向法界，回向成佛，一起念来。一脱离病苦，二消灭罪障，三免除横祸，四远离恶趣，五福报优厚，六成就迅速，七来世尊贵，八得生天上，九往生助缘，十临终欢乐，十一得向好身，十二成佛道缘。我还是要解释一下，药师经说就算有人得重病，我们守7日7夜八关斋戒，再来替他点灯放生持咒，那么
病苦可以消除，可以长寿。所以各位呢，受报完斋戒这一天忏悔持戒，改变命运啊，一日一夜。第二，消除罪障，除了杀死父母的无间罪没办法一时消除，其他的罪业都可消除。所以各位很重要，不能光享受幸福快乐，一定要忏悔业障。你再多钱，结果等你钱赚到了，然后一场车祸，一场重病也来了，跟钱没有关系啊。那现在有媒体，有网络，随时可以看到世间的变化。所以守八万斋戒，各位多守。如果你觉得你业障重，或是来替父母转业，所以我们出家人都是替爸爸妈妈转业。像我妈妈得癌症，所以我守八万斋戒一年，发愿出家，这样啊，那我妈妈就好了。所以我想自己好好去做，所以可以消灭众生的罪障。虽然你身体很健康，你想我为众生受八关斋戒，当愿众生脱离病苦，当愿众生消灭罪障啊，这个功德太大了，福报太大了。第三，免除横祸。所以一个人守八关斋戒，地方上无灾无难，没车祸。所以来念一下，回向地球，回向法界众生，无有横祸啊，水灾啊，淹死啊，车祸啊等等。第四，远离恶趣，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乃至不好的地方，八难边地，你会远离吧。所以生生世世，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念一下二十小节，不堕落三恶道。所以各位，今天有人拿一亿美金跟你换，你把八关斋戒功德给我，我一亿给你，要不要给？我还是说一亿给我吧，功德回向给你，因为有一亿可以做很多好事的。但是你回向给他，你自己功德更大，不是说我怎么舍给你，没办法的啊。但我回向给你，可以的啊。所以各位，远离三恶道。第五，福报优厚，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你如果发愿投胎做人，念一下六十万世福报，不用上班，不用上班，不用想钱，反正钱跟着你啊，含着金汤匙来投胎，了解吗？现在很多人叫富二代、富三代，对不对？就是这样，很有福报，福报优厚。像我这个人，大富大品，大富大品，我这辈子。因为我的家庭，我爸爸做大生意，然后忽高忽下，忽高忽下，哦，我已经看开了，啊，所以轮到我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啊，但是有钱哦，过了有钱；没钱过了没钱的生活，这个世间就是，但是有钱真好，啊，那现在不要钱，那现在还是要更需要钱，有钱可以帮别人，对不对？可以去放生，可以去帮助老人，可以去帮穷人。啊，我现在比以前更贪了啊，所以佛经说菩萨不怕贪，菩萨怕嗔恚，嗔恚会舍弃众生，会下地狱，贪心可以早成佛道。各位要不要贪？贪助念，贪布施，对不对？贪奉献，要这样贪吗？啊，第六，成就迅速，那你会守八关斋戒，可以让你早消业障，开智慧，早有福报，这样了解吗？你老公要做大生意怎么办？问我守七天八关斋戒，太太替老公守，好不好啊？你老公打麻将不要生气，在家里守八关斋戒，回向给他，搞不好人家还赢钱呢，啊，还分一半给你做功德呢。但是你就可以快速成就。第七，来世尊贵，做皇帝，做国王，普达王，守一次八关斋戒，前世做奴隶，这辈子做年轻大国王，高富帅啊！因为他一个人守八关斋戒，整个国家都被他影响，整个国家都守八关斋戒。因为后来佛陀把普达国王上辈子是奴隶，很多人都看到那个小奴隶死了，现在就是你们国王。为什么过去守八关斋戒？哇！结果全国老百姓六斋日都守八关斋戒，因为他们佛陀给他们证明，而且太多人知道是小奴隶了。国王本来没儿子的，居然可以怀孕，啊！因为一日一夜八关斋戒，所以各位，各位国王好，各位皇后好，下辈我们好好合作啊！要么你做有钱人做皇帝，那我还是做
穷出家人啊，但是大家好好的去护持三宝。第八，得生天上，升天啊，你要是升过天了，回来看这个世间，真的是比马桶还臭，每个女人都变丑猕猴啊，男人都变鳄鱼啊，因为天男天女实在是太美太庄严，没办法形容。所以那时候你的标准就高了啊，所以得生天上，所以各位来当愿众生得生天上，先让他们升天，我们再去度他，好不好啊？所以各位不要排斥天主教基督教，你要做个菩萨，你要先去让他们升天，了解吗？所以我经常去祝福啊，愿圣母玛利亚，愿和耶和华，愿上帝带着他们子民升天，好不好啊？然后我们在天上等他，再带他去净土啊，但是你不能说哎呀那个对那个不对你都不了解，这些很多神明都是佛菩萨化现的 啊慈悲化现。第九，往生助缘，念一下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得中品众生西方极乐世界，随愿往生十方净土，包括都算内愿啊，重不重要？这个往生净土的助缘啊。第十，临终欢乐，祝各位死时快乐，好不好？生没什么好快乐，死才快乐啊！我妈妈做证明，真的是我妈妈这辈子苦到我心肝都快裂掉了啊！我去年很憔悴啊，因为我妈妈的事情，我觉得太苦了，她命太苦了，再多钱也没用。结果她一往生，我快乐到今天。我说你连你妈死了你才快乐，我就是很快乐，因为他到极乐世界我哪里不快乐，他时时在祝福我，哇，还跟我说儿子啊，妈妈白苦一辈子，终于我知道了，他到死才知道我出家有好处啊，所以他现在学我慈悲，所以我哪里不快乐。所以你的父母如果往生净土，你每天心情都很好，所以各位要拼命，好不好啊？农历七月份好好的把现世父母让他愿力不退，把往生父母、七世父母、历代祖先，念下来送到净土，对，功德你来修，他只要有信心就好，对不对？你引导他，他就可以得生净土。十一，得相好身，相好庄严啊，像我们这个叫等身佛，就跟人的差不多样子。这样的好处是，你要好好，希望你要发愿来得佛陀三十二相。虽八十随行好，令众生欢喜尊敬，大慈大悲，这是慈悲啊！因为相好庄严，让我们看得很欢喜而学，我也要这样发起菩提心啊！第十二，成佛道缘，大家要不要成佛？八关斋戒是成佛的基本，所以以八关斋做基本，然后呢来发菩提心。好，各位都了解了。希望各位在家里啊，至少睡觉以前就跪在床旁边，这样拜三遍啊，就像每天洗澡，然后每天消业障，每天修惭愧心，这样很好。因为我发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冤亲债主吧，啊，过去轮回过程一定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众生。所以习惯，虽然我没办法像各位这样一天拜一千拜好几遍，我一天在拜九拜啊，但我能够不间断已经不错了啊。每天每天习惯，有个老善说，念一下早九拜，早九拜，午九拜，午九拜，晚九拜，晚九拜，快乐活到老，一天才拜十八拜，九三二十七，但是他一辈子。他的老上非常健康，因为他就说连续不断就好了嘛，就经常这样，当然你要拜多一点更好啦。现在很多地方有一种死法，现在很流行，特别在日本，在很多国家，念一下孤独死，就是因为特别西方社会，小孩子十八岁、十九岁叫他们迁户口去外面住啊。老人自己住，
那老人如果一个老伴走了或离婚了，那他就守在房子里面，那很多就是这样就死了没人知道，那叫孤独死。所以现在还多一种行业，就专门在清理孤独死的尸体的，因为呢有些死好几个月，有些都烂了，所以这个行业慢慢也多人在做，特别在日本，这是一种很痛苦。为什么？因为就是子女已经根本就把父母给放下了，放弃了啊，他也觉得他事业忙，他没办法去看他，所以现在中国大陆还定了一个法律，说你多久时间没有去看爸爸妈妈才犯罪啊，这也不得不有的，因为他们地方更远，然后更有更多理由不回去了啊，所以他定了，我那时候看是一个月一次，我看这个都很困难啊，有些只能做到一年回去一次，对不对？等等，但是我们佛教徒就不行，因为孝顺这是我们的天职，这个身体可以拿来修行，身体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啊，站在菩萨道，如果你对父母不孝顺，你说你会去慈悲众生，那也不可能。各位要发个愿，来，愿敬畏来际，孝顺父母，好不好？要发这个愿啊，公公婆婆也是父母，公公婆婆也是父母啊，岳父岳母也是父母，你要全心全力的孝顺。所以我的丈母娘今年已经96岁了啊，那我经常回向啊，经常回向，偷偷回向啊，因为我出家我没办法啊，因为我丈母娘是我过去好几世的妈妈，她对我啊，我出家我妈还不会抱我哭嘞，我出家天天她我抱着我哭啊，但是我也知道这是因缘嘛，但是没有这个丈母娘对我这么好，那我出家也会有点障碍啊，那这个就是结善缘吧，搞不好你看我天天回向，还回到96岁了啊，很多大病苦都可以消除，现在还会打麻将，不错，代表脑筋还在啊。所以但是佛教里面不要说改变什么，就是对方做什么我们就不断回向，这样就好了啊，不要内心里面觉得这样好那样不好，对不对？打麻将就跟念佛一样了，不错，这样就好了啊，我爸爸看摔跤，我在旁边看，摔死你，摔死贪嗔痴，又可以啊，我帮他回向啊，因为这样你心平静才可以改变他，对不对？而且他那个不好，他那个不好，你自己最不好，因为你心乱了，心不清净，心不清净搞坏是整个世界。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帮助别人最好的方法是心清净，对对方什么事情我们是允许它发生，只有慈悲，这样就好了啊。这是一个起码的力量，你这个力量就可以改变对方。但是如果你心里乱了，起心动念了，不高兴了，担心了，烦了，你反而加重对方的恶业。这点永远记住，一个受完戒的人，比如说你以前没有守不杀生戒，你从今天开始守不杀生戒，你以前布施10块，假设是10块的功德，你现在布施10块变成100万，因为你多了一条戒律。这个叫以持戒为基本去修功德，就像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变成60万世的福报。所以在八关斋戒这一天，各位多诵经啊，多忏悔啊，多供养啊，多布施啊，这个福报很大啊，特别在农历7月份。所以因为以戒为基本来做种种的修行功德，福报更大。我们持戒的功德要发一个圆满的愿。所以各位修行叫圆满的两个资粮，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大家都会背了。但是每天提醒自己比较重要，福德从哪里来？念一下：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除了世间的孝顺了、奉事师长，你这4条是福报的来源。你没有福报做不了事了。特别你要行菩萨道，要以福报做基本。那智慧呢？智慧就是以福报做基础的精进的禅定跟般若观照啊，禅定就是专心不乱，般若观照的是思维缘起甚深啊，分析一切。请问这个柱子是真实存在还是虚幻的？这个不叫观，这个叫念而已。观是好看，里面是钢筋水泥啊，外面是木条，这些东西拆开来
都是各有各的元素，各有各的名字都假的，原来它只是一个虚幻的，你要看得很清楚，了解吗？观，慢慢你就不会觉得说它是真实的存在，这样了解吗？请问爱情是真的存在还假的？那只是一个梦想而已啊！你要观，观久以后爱情走了随缘啊，所以你不会为这个东西苦跟乐，因为它只是一阵风来一阵风去，抓哪有人在抓风的，对不对啊？小鸟飞过了天上是没有痕迹的，但是我们人都想要抓住某个东西被肯定。今天你被你老公老婆抛弃了，你就觉得自尊受伤害了，我要自杀，不然我要报复，因为你觉得有一个我在被尊重。请问这个我存不存在？没有我哪有我的爱情我的感受呢？哎，各位要经常这样练习，佛陀叫我们这样去超越一切啊！你慢慢的这样去了解，你就可以超越，这个叫智慧。但是你要这样观，你没有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跟禅定的定，然后你就没办法有这个福报，照见五蕴皆空啊，甚至照见万法皆空，甚至照见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人在欺负伤害你，你都还觉得他是佛，因为你看到他的本体，而不会他的暂时的外表所分别，再漂亮再丑，对你来讲那只是一个暂时的业报啊。所以各位这样去看待一切，所以要有这样子的甚深的观照，所以这两个都圆满了才能够成佛。那各位平常会想的世俗的事情，八万斋戒这间都让自己像个阿罗汉，像个佛菩萨一样，想的是真理啊，想的是利益众生啊，不要被世俗的影响，练习看看，然后要让自己保持正念，不要打瞌睡啊，或是故意不想啊，就是啊，故意啊。比如说你现在身体很痛，但是如果你一觉得痛，它就一直让你乱，越痛。那你要保持正念，哎呀，这个痛是一种虚幻的一个业报，它是暂时的。然后你专心的来念佛诵经，那你就可以超越这个痛，甚至这个痛好像突然不见了啊，代表因为你心已经转移在真理，而且有这个法的加持，业就消了。那你要经常这样练习，所以不可起懈怠心，当勤修六念，再念是念佛、念法、念身、念天、念戒、念布施、啊、你要想好啊，念佛八十八佛、三十五佛、贤戒千佛，每一个佛怎么样成佛，怎么样利益众生了。所以各位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因为现代人大部分都看手机啊，忙来忙去，慢慢的就没有思维观照的习惯啊。就是说你要打坐观，要把手机关掉，这两个钟头你坐着也好，走路也好，一直在想着阿弥陀佛怎么帮助众生的，阿弥陀佛怎么样成佛的，极乐世界怎么庄严的，你就想这些啊。然后你把这个佛菩萨思想又变成现代化，我如何用佛陀的思想来推动佛教啊？要怎么去构思，就像你要开个公司，怎么请员工，怎么推广，怎么赚钱，你总要想办法，对不对？那你要去思维这种怎么帮助众生的各种的方法，保持这种正念，各位要一直练习啊！我想学佛一定要让别人觉得你真的有改变啊，个性啊、想法、行为真的有改变。所以各位，你要八万斋戒功德那么大，回向给众生，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有改变。所以你懂了这个道理，叫你去做皇帝，你就不要。皇帝的目的也想要影响世界，我要选总统，我要选总理，就希望别人听我的，我可以主宰世界。他不相信佛法，如果你相信佛法，你天天都在主宰世界，对不对？天天都在改变世界，因为你的戒、你的心态，世界一直在改变。今天有个大台风来了，你发一个菩提心，愿台风由大化小，变成凉风，会不会变？一定变，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不用讲啊，默默行善，因为发菩提心的力量一定会改变。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
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宋朝时有一位妙高禅师，道心非常好，昼夜念佛不息。可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日子久了难免不打瞌睡。禅师心里想，我用功这么多年，对于生死还没有把握，功夫尚未有见地，而睡魔反倒日日来打岔，像这样天天打瞌睡，功夫怎么能上进呢？于是痛下决心，自己跑到高峰岭上，盘膝坐在山崖的边际，下面就是万丈深的山谷。他心想，如果这次打瞌睡的话，跌下去来个倒栽葱，保证粉身碎骨。禅师认为避免自己再次打瞌睡，这是最好的办法了。然而禅师的功夫还没有到家，当他腿直一盘，用功尚未经久，老毛病瞌睡又复发了。有一次打瞌睡真的掉下去了，禅师自己也认定这次死定了。可是当他掉到半山腰的时候，忽然感觉有人把他拖住送上山来。禅师惊喜问道，是谁救我？空中回答，护法韦陀。禅师想，居然有韦陀菩萨来护法，于是接着问，我这样的修行人世上有多少？空中答曰，过恒河沙数之多，因你有这一念共高心，今后500世不再护你的法。这时禅师痛哭流涕，惭愧万分，心里想，我在这里修行，本来还蒙韦陀菩萨来护法，现因一念共告心生起，今后500世韦陀菩萨不再护我的法了。左思右想，自己叹了口气说道，唉，事已如此，管他护法不护法，我还在这里修我的，修不成一头栽下去摔死算了。于是又将腿子一盘，坐了没有多久，瞌睡又来了，真的又演成个倒栽葱。这次他认为绝对往生了，可是当他要落地的时候，又有人把他拖住送上山来。禅师又惊又喜地问道，又是谁救我？空中回答，护法韦陀。禅师说，你不是说今后500世不护我的法吗？怎么现在又来了？韦陀菩萨说，法师啊，以你刚才一念惭愧心升起，已超过500世之久的时间了。妙高禅师听了这话，当下豁然大悟，由此见寺安僧，广结善缘。精进是能力根本，佛力充足全在精进。精进为因，般若为果，般若为相为体，精进为可能为功用。禅修不但能使人身心调和，专注力和解析力提升，同时由于定力的增上，烦恼容易调伏，戒得因此辗转上增，从而由慧破无明，三毒烦恼永断。
教生命的罗盘，尽在生命电视台。